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作为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斐济由330多个岛屿组成，也被称为世界软珊瑚之都。这里是名人富豪向往的度假胜地。演员梅尔吉布森和红牛创始人迪特里希马特西茨都在斐济拥有自己的私人岛屿。今天再分享一座该地区的优质私人岛屿 Nananu-I-Cake。Nananu-I-Cake 距离斐济首都苏瓦所在的维提岛北部海岸约1公里，距离最近的城镇 Rakiraki 大约30分钟路程，距离纳迪国际机场只有2.5小时的车程。该岛占地约575英亩，包括一座坐落于其一侧较小的卫星岛波尔。在岛屿的最高处，你会发现由著名建筑师莫里科伯恩升级改建的豪华私人住宅。该住宅是斐济波尔风格，有4间卧室和2间客房套房，由一个带顶棚的走道连接。这里还有一间宽敞的客厅，一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一间餐厅。游泳池设置在美丽的花园中，附近还有烧烤和用餐区，可供户外娱乐。该岛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天然的热带植被，包括一些小径上的芒果树、可供食用的松树和开发成熟的景观花园。岛上还有许多规划清晰的小径和道路，允许骑马徒步，以及方便车辆进入岛上的5个海滩。Nananu-I-Cake 基础设施完善，自给自足。岛上有一处天然淡水泉，外加30万加仑储量的储水设备。其他基础设备包括蓄养马和羊的围场、船只、吉普车、发电机、通讯设施、深水码头等。岛上有完善的通道连接所有海滩、员工宿舍、畜牧围场和深水码头。Nananu-I-Cake 曾接待过许多知名游客，前任业主还购买了2个相邻的私人岛屿，将其打造成田园诗歌般的度假胜地。这座位于南太平洋的私人岛屿不仅是一个完美的高端隐居地，也是一个旅游开发的绝佳地点。你可以在已建成的广阔海滨卧岛屿住宅，俯瞰蔚蓝大海，而山脊上仍有足够的空间供你开发新的别墅或度假村。Nananu-I-Cake 是斐济罕有的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120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